九曲肆虐，韭菜遭殃。专家出招，让韭菜在水中生长，解决农民烦恼，种出干净韭菜。水培韭菜原有的韭香该怎样保证？2023创新进行时寒假版第十集，长在水里的蔬菜，上集即将播出。韭菜是我们菜篮子里常见的蔬菜，做饺子、炒鸡蛋可以同多种食材搭配，烹饪出深受人们喜欢的美食。可就是这种惹人喜爱的美味，也有让人烦恼的时候。来，新鲜韭菜啊，自产自销。来，就这么薄的韭菜啊。过来买的。就这会儿吧，就这个吧，挺好。就这个吧。好嘞。买了呀。来一盘香椿芽、头刀韭、顶花黄瓜、蟹花藕。每年的三四月份，蓄能了一个冬天的头茬韭菜刚到菜市场，就引得老百姓纷纷抢购。喜欢吃这个头茬韭菜，每年呢我就来这儿买点韭菜回去，包点饺子，做点馅饼啊，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的味道比较鲜美啊，这个韭菜呀特别好，味儿特别正，我呀还有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孙阿姨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时候起她就学会了制作地道的韭菜春饼。这不，头茬韭菜一出来，孙阿姨就赶忙抢购了一大把。孙阿姨做韭菜春饼的一手绝活颇受家人的喜爱，可他自己却一直有个烦心事儿。这个韭菜呢，这个上面泥啊挺多的，摘起来呢也不太好摘，然后洗呢也不太好洗，得洗好几货。这个摘完之后呢，这手上这好多泥，也有点苦腥味儿。虽然家里人都爱吃吧，那个但是就是弄起来有点麻烦。我就挺喜欢吃韭菜的，听朋友说那儿有一个人水培韭菜种的挺好的，去学一学看一看。这里是北京市六环外的一片蔬菜基地，王阿姨夫妻专门驱车80千米赶来，只为了吃上这儿的一口韭菜。听说这里韭菜非常好哈，我想到这边来看一看，品尝品尝这里韭菜。这儿的韭菜特别好，回家烙馅饼、蒸包子。和王阿姨一家抱有同样目的的访客也不少。这里种的韭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不来这么多游客呢？各位好，大家好。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园子啊。咱每次来都采摘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的。今天我特别给大家推出一个什么呀，新品种新韭菜，没有农药，口感特别好，有咱们小时候那个韭菜那味道。哎，韭菜特别好，我带大家去尝尝。好。袁丽征是这片蔬菜基地的负责人，他种的水培韭菜改变了传统的土壤种植模式，不仅干净健康，还彻底摆脱了韭蛆的危害。可就在几个月前，老袁的韭菜地还面临着虫害肆虐、近乎绝收的风险。对韭菜而言，韭蛆是危害最大却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黑暗潮湿的土壤是韭蛆喜欢的活动场地，韭菜的根茎是它们最爱的食物。虽然韭蛆的个头不到5毫米，但是他们却有团体作战的本事，往往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韭蛆一起围攻一颗韭菜。韭蛆一旦爆发，
往往不到十天，韭菜就会全军覆没，这对种植户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你看这一片，整个的全都啊枯黄了，叶子也全干了，根部也是也伤病了。这一捧完了三千斤，就是三块钱一斤，这一茬9000块钱没了，肥料、人工，全都得赔进去。面对一地枯黄的韭菜，老袁愁容满面。为了让韭菜正常生长收获，减少损失，老袁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我种蔬菜30多年了，一般蔬菜得了病虫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化学农药喷洒来防治，但是完全没有用。我就咨询了相关农业专家，找了韭菜的天敌线虫来。线虫倒是有一点效果，但是效果也不是太好。用线虫寄生在韭蛆的幼虫上，通过消灭韭蛆幼虫来达到消灭韭蛆的目的。这种生物防治的方法好是好，但是成本高，防治效果缓慢，仍然会存在韭蛆危害的现象。季老师，我现在给你拍一个视频，你看看啊。咱们这几棚这个韭菜，看赶紧的给出个招，怎么给弄弄，给治治。面对韭蛆肆虐，老袁已经一筹莫展，只能打电话寻求专家帮忙。袁总，这个韭菜看着问题比较严重呀。季延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无土栽培专家，接到老袁的求助，季延海和同事急忙赶到老袁的韭菜地，开始了一场调研分析。季老师，棚里边这个韭菜啊，完了一片片的，完了发黄，还有干尖的，啊，这马上就要上市了。你说这出现这个问题，赶紧的给我们看看。行，咱们看。你看，这时候我们把我们进入大棚，眼前的景象让季延海大吃一惊。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韭蛆的这个症状，对吧？韭蛆它主要是这个想生活在这个土里边，然后啃这个韭菜这个根茎的这些地方，然后这个上边就开始变枯萎，然后变黄。咱们得尽快防治，因为这个韭蛆的这个繁殖力还是非常强的。韭蛆是韭菜的杀手，就像韭菜的影子一样，很难根治。人们想尽办法都难以除掉它。可是这土壤里的韭蛆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涂老师，你看这个，咱们这黄板也用了，效果也不错啊。对，这上面就是韭蛆的成虫，赤眼蕈螨，非常小，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它主要是在韭菜的根部进行产卵，也就是说咱们韭菜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减产和农药的残留主要就是它危害的。韭蛆竟是一种蚊子生下的幼虫，这是一种名为赤眼蕈螨的飞蚊。韭菜的微辣气味对赤眼蕈螨来说是难以抗拒的，每每到了韭菜收割的季节，空气里飘散的韭菜味儿会吸引一大批赤眼蕈螨到来。正赶上繁殖期的它们开始交配，把卵产在韭菜根部的土壤里。赤眼蕈螨的产卵量非常高，一次可以产下100粒左右，以几何倍的速度繁衍。尽管老袁用尽办法，日防夜防，这场灾难还是无法避免。源头找到了，季延海认为，既然韭蛆没办法消灭，那不如从它的成虫赤眼蕈螨上着手，不让赤眼蕈螨进入韭菜棚，不就没有韭蛆了吗？考虑到赤眼蕈螨是从外面飞来的，季延海引导大家在大棚外面装上防虫网，将韭菜保护起来。防虫网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赤眼蕈螨的介入，可是随着工人的进进出出，还是会有一些赤眼蕈螨见缝插针钻进去。看看明天早上起来这个板子上到底是沾了多少东西。为了进一步抓到这些漏网之鱼，老袁在大棚内挂上了防飞虫常用的粘虫板，可是一段时间下来效果甚微。这个蚊屎啊，咱们尽管使用了黄板、给蓝板，这也叫粘虫板，尽管使用这些
不是这些手段全使上了，你看这韭菜还是上了问题，上了毛病了。常见的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手段，对生命力顽强的韭蛆和齿眼蕈蚊来说毫无用武之地。韭蛆仍然继续危害着老袁的韭菜地，季延海完全没了主意。前几天去了一个基地，然后他反映这个韭菜呢，就是上了这个韭蛆。长久以来，韭蛆是韭菜种植中最难防治的第一大虫害，也一直是农户们最头疼的难题。看来韭菜革命迫在眉睫。就它这个韭菜就是成片的，就是枯黄，然后就是慢慢就干枯就死了，而且还挺严重的，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蔬菜行业是一个技术的难点，吴老师看有什么？我们刘老师，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了，我们要搞绿色栽培，可以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无土栽培技术可以结合起来。无土栽培是现代蔬菜种植的发展趋势，主要分为水培、物培和机制栽培。可是究竟哪一种更适合韭菜种植呢？思索间，季延海突然想起过去下乡时看见种植户们常用的一种土办法。在韭蛆的防治中呢，有的这个种植户呢，他为了解决韭蛆会采用这个水淹的方式，通过水淹呢，就是把这个土壤里的空气给它排出，这样呢土壤里就没有空气，也就没有了氧气，这样韭蛆呢就无法生存，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达到控制韭蛆的目的。用水来营造一种厌氧的环境，隔离空气中的氧气，韭蛆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氧气就会死亡。受到这样的启发，季延海琢磨着能不能用水培的方式来解决韭蛆的问题呢？有了初步想法，季延海和课题组成员开始了水培试验。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传统的一般是将这个种子播在这个穴盘，用机制育苗的方式。这种方式一在之后呢，仍然可能存在着韭蛆的病虫卵。往常的水培模式需要先将种子播在土里或机制里，等长出苗了再移栽到水里，但这个方式对于韭菜并不适用。原来只要韭菜的种苗接触了土壤或机制，就还可能携带齿眼蕈蚊的虫卵，所以要做水培韭菜必须从种子开始，就不能接触土壤，让根系呢不再去接触虫卵，让种子直播在我们的这个水培这个系统当中，避免了虫卵对它的危害。将种子直接播种在水里是个好办法，可是韭菜种子太小，直接播在水里种子会在水面浮动，根本无法固定生根。要让种子直接在水里固定住，就需要一样东西把种子托起来。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员刘明池首先想到的是纸。原来是做我们做水培育苗，对于我们这个水培韭菜和水培育苗来说，最核心的技术就是这种播种纸和或者叫支撑纸。纸的种类多不胜数，如果都找来一一尝试，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那么刘明池和季延海该如何从这么多种纸里寻找到合适的纸呢？那么韭菜呢，它呢是个多年生的蔬菜，在生产当中发现呢，我们一次播种可以用到3到4年，在这整个3到4年的生产过程当中，它们这个重量会越来越重，那么对我们这个支撑呢又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就开展一系列的科研攻关。用作韭菜种子的支撑纸，既要保证韭菜种子发芽且顺利穿破，还要有足够的韧性固定住种苗不会倒下。经过初步筛选，季延海和刘明池最终选定了4种常见的纸：报纸、纯木浆纸、无纺布和牛皮纸。什么材质的纸最合适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由于土培韭菜常常出现病虫害的问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季延海和他的团队决定帮助种植户老袁摆脱韭蛆困扰，用水培的方式种植韭菜。这样不仅能够解决韭蛆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让韭菜种植变得干净又省事。水培韭菜种植的第一步是育苗，它们要在支撑纸上播种，让韭菜种子在支撑纸上生根发芽。考虑到韭菜是常年生长在水里的，那么用作支撑的纸需要常年浸泡在水里。刘明池和季延海决定先将这四种纸进行浸水实验。这两个水湿的这个速度都很快，很快一放进去就湿了，这个一下就破了。这个肯定不行，这个我估计这个报纸看是不是好一点，比那个刚才硬的稍稍好一点，对吧？这个力度也可以，对吧？嗯，这无纺布湿水没问题，挺快，一下就湿了。因为现在看来这个能穿透，但是呢稍微有点费劲。费劲。这个纸呢，这个就吸水不太行，穿费劲。对，这个估计穿的更难穿了，对吧？看来这个牛皮纸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对，这个吸水也不是太好。看这个虽然不理想，但是看来我们要找不同材料，对，还可以再去试一试，对吧？这个支撑力是绝对没问题了。经过测试，刘明池和季延海淘汰了遇水就破的纯木浆纸和扎不破的牛皮纸，留下了报纸和无纺布。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选择不同的纸，从报纸开始，到我们做这个纸箱的这种包装纸的这种各种纸材去试。后来没办法了，就去找了无纺布，包括我们穿的衣服的那个，的确两个都用过，怎么都解决不了。一直在困扰我们这问题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在看到这个花的包装上呢，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种类似于棉纸，它正好是类似于报纸又类似于无纺布，所以当我们看到它之后呢，就正好用在我们这上面。季延海和刘明池分别在三块播种盘上铺上了报纸、无纺布和包花的棉纸，播上韭菜种子。为了把这种子固定住，不让它跑，稍微给它盖一下，就对着这个盘对好了，铺上就行。再铺上一层透气性好、保湿效果好、又能固定住种苗的珍珠岩，这样种子就被固定住了。接下来就是等待韭菜发芽。大概是一个星期到十天，我再看看结果，好吧？嗯。时间一天天过去，水培韭菜发芽了，结果如何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共选择了报纸，还有我们包这个食品的包装纸。这个经过试验不行，它那个根系可以穿透，但是它这个强度不够，因为直接塌陷下去了。后来我们选择强度更高的。比如说光布还有牛皮纸，经过试验也发现呢，这个强度够了，但是根系穿不透，所以后来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这个包花的种纸，是棉纸，根系呢既可以像穿透报纸可以穿透，这个张力呢又能够支撑到准备羽毛的过程。看一下这包花的棉纸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基本系基本都出来了。季延海团队又将棉纸进行了一些改良。改良后的棉纸既结实又不会被水泡烂，种子的根系很轻松的就能够穿透棉纸，吸收到育苗盘下面的营养。水培韭菜终于成功的发芽了，但是要想让韭菜一直在水里茁壮成长却并不容易。我们的韭菜呢是要常年长在水当中，那么它会更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烂根的问题。
却是一个大难题。凭借多年无土栽培蔬菜的经验，季岩还想到了用水的流动性来增加氧气的含量。经过反复摸索，课题组给水培韭菜设计出了一个高架种植床。就是我们采用高架的方式呢，它这个营养液是循环的，然后把它抬起来之后呢，这个营养液和它的这个营养液池之间就有一个高度差，这样呢营养液回去的时候就类似于瀑布，然后落到这个池子里面，这样呢营养液跟这个空气接触的时间就多了，然后呢它的溶解氧就会增加，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溶解氧的问题。种植床上放置了一个个育苗托盘，每个托盘的一侧都安装了一根营养液管，另一侧安装一个回流管，营养液从高的一边流进育苗盘，又从低的一边流到营养液池，再被水泵打上来，重新循环流动。营养液就在周而复始的循环流动中，保障了水中的溶解氧含量。高架水循环的方式巧妙地解决了韭菜烂根的问题。经过几轮试种，季岩还发现韭菜生长得非常成功。水培的种植方法加上高架水循环的种植模式，完全不用再担心韭区带来的危害，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只要每隔一段时间按照配方往营养池中倒入配比的营养液，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整个大棚，大大的节省了劳动力。然而正当季岩海想把这种种植方式推广出去时，却遭到了种植户们的拒绝。因为采用架子之后呢，它的成本会增加，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推广中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稍后继续。研究水培韭菜是为了提高种植户收益，但是季岩海和他的团队研发的水培韭菜依靠的是高架支撑和水循环系统来提供养分，这无疑会增加种植户的生产成本。怎样才能找到降低种植成本的方法呢？武占会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土肥水管理专家，他在设施农业蔬菜种植的空间利用方面有着很多的成就。季岩海团队有了新的助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呢？吴老师在这，徐老师，看咱们韭菜长得可以吧？哎呦，长得非常好，是吧？这个韭菜在郊区推广怎么样？好几个基地都长得非常好，然后村民也很喜欢。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高架的这个呢，成本还是有一些高，一平米的话两三百。刘二姑老，您看，咱们有什么办法？这个把它这个成本给它降一降。从无土栽培角度来说吧，完了，这是一个模式，生菜的漂浮栽培，里面不需要这么多的支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特殊的这些绑这个槽子啊，给这个盖板，是吧？用泡沫板漂浮就可以。等于是把咱们这个种子播在纸上的技术和你说的这漂浮的就结合起来，对，又降低成本，还能把这个韭菜实现这个。
正当科研团队坐等实验的成功时，漂浮板却出问题了。营养液池里的韭菜竟然无法安稳生长，屡屡掉进水里，这让季沿海心里泛起了嘀咕：韭菜种得好好的，怎么会沉下去呢？难道韭菜不适合用漂浮式的种植方式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为了解决水培韭菜种植成本高的问题，季沿海采用漂浮池替代昂贵的高价种植床，但是刚一试种，韭菜就突然沉到了水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团队人员通过仔细观察，最后发现韭菜突然沉到了水里的原因是漂浮板不匹配，这种用于种植生菜的漂浮板无法支撑韭菜的生长，水培韭菜的研究还能顺利进行吗？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